非洲来的，从罗马人，他犯了罪，他受了种刑罚，叫什么叫赦刑，就是把脚砍断半带子，他就变成游牧的结果，哀嚎的，好吗？抱着一个东西，有家归故里，这是我收藏品，然后我放在一个绳索上面当草席。通常这样的人呢，受了刑罚要去守城的，带城有城门，有衣房，一个街锅，有 block， 一个街牌，就是到了九点钟到了，他就每个房做单点守，他的空间会有点倒的，那是犯罪的，这是一个犯罪的困扰度，好吧？那小飞，你觉得哎，这故事有意思，你想说好玩，你不感动的，不管用什么，你就拍一张照片去做，做个小模型来看，好不好？第二个，这是北魏人的从西北啊，河西走廊找到的一个黄花石，一种变质岩的那个地方特别，就穿着黑炭细细的样子，是北魏的一个胡人，他手上拿一个壶铣，就接班南管的接班，放了，可见在旁边有一组人，在晚上云朵头，那些商旅骆驼商旅谈着钱。啊，他的白弦，或者是啊琵琶，或者吹着笛子，他是一个正襟危坐的一个中年的一个胡人。这是新疆出土的唐代的，两千还走一两座，木头造成的唐钟，唐的啊出土的一个民间所雕刻的唐代的女生的像一样。穿的好，很凶吗？戴耳大耳。唐代是女权非常盛强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进行了一种不良啊，桀骜不驯的样子啊。相对的，这是宋代的一个木头的，在宋代的一个贵族的墓群，变轻啊，这个大概是几克一点，大概再把它折断，非常轻松。宋代的武学啊，女子的先生站在那边，就有感觉，就做法。这个是清代，大概100年前，台湾平埔族的一个头目的蹲坐像。平埔族喜欢把那个人的手掌雕得很少。他受的1895年日本统治，大概我觉得在20世纪初，现在100年左右，把一些漆做好的，炯炯有神。对，我非常喜欢这个讲究，我收藏很多奇怪的东西。啊，那头目在出草出阵的时候，在每天都在巡视，部落领袖，他有个穿进去，戴在那上面，那上面就是厚的一件穿，其他就是个小雕像。啊，在边城博物馆也出现平埔族人雕的妈祖像，手部小小，有地宫女的雕像，平埔族已经被我们同化了。现在只在台东的卑南这个地方有一点点。我们身上，像台湾人85%都有卑南族的血统，好不好？清代中期过来这边的时候，那些光棍单身汉的台湾，娶的大部分都是卑南族，而平埔族。所以台湾人韩秀怎么样？牵扯，太太叫韩秀，平埔族才叫韩秀。你到闽台，到漳州学中，没人讲太太叫牵手，牵手是平埔族的话，可以牵手的女人就是我太太的意思，所以平常女人不要乱牵手，所以砍秀就是太太的意思，还有拜地基主，买了房子拜地基主，所以我去朋友家，他买个新房子，我说你拜什么地基主？你知道地基主是什么吗？因为有人死在这，平埔族的风俗，如果搬家以后，一定有人在那死。所以要拜地主，地主就是死在这边的亡魂。最早期的时候，现在平埔，我们现在卢凯族跟台湾族死掉的祖先还埋在地底，现在没有了。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做过那个原住民调查、部落调查，我爸爸搬到上的旧埋遗址，不小心搬开就弄到里面，就出了关。啊，他祖先呢？祖先死的时候把他绑起来在门口。坐在这里，然后也火烤啊，像熏肉一样的，但是，然后他慢慢拿肠胃啊，化成血水，
然后整一个人坐着，像坐杠子，坐在家里的客厅，然后跟那个把邮件盖上去。所以你看祖先住怎么样？他家里的柱子里面刻着祖先，没祖先，回来杀了野兽要祭拜在这里，为什么？因为祖先就埋在这里了吗？民族族早期是这样，所以如果你在住过的房子，必有他的祖灵在这里面，需要拜祖先祖灵啊。现在的房子就不必了，没有死过人，你拜什么呢？民族族，简单讲这个意思，好吧？这是一个原点，你根据这个找你的兴趣。大家幽默、快乐、感动，历史感跟当代感，做你自己的作品。每个人做个小模型，或者小，要做小模型，立体的做个小模型，不要太认真了，或者做个这个作品。如果你因为这样做个小版画出来，当作品，我当然很感动。然后作品交出来以后，我们很快大家看看选出的第一名，就有奖品。这奖品里面有创意的啊，我们举办过两次。第一次是个原版的，我从某买没有拆封的一套书，绝版书，里面有张光碟，两个人同时拿到冠军去分了。第二次是台湾美食，随便哪一家你选一餐，保持前面，放不掉，尽量还好。哇，冷漠台中的唯一不选米其林，今年亚洲第24名的餐厅，吃过郭炳添。啊，他拿到了学长，他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他要买个蛋糕，他就买个12寸的双层蛋糕，好吧？那比吃一顿那个餐厅还贵，随便你讲。第三次的那个，这次的张医生还有奖，好，我要选个能够去感动大家的奖，还没有想，我下个礼拜应该想到要给你讲，好吧？你觉得哪一件作品让你有感觉？形式创意性在哪？你要表达的形式，要表达主题，无限，都从这里开始，好吧？形象的感受，可以的话呢，可以按照时间，东西不要带走，拍张照片就好了，好吧？这东西都是我收藏啊，价值不菲，不要把盖走啊，你就拍走了。